杰顿想必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，没有任何的用。但它真的没有用吗？它如果没有用的话，我觉得一念逍遥官方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吧。所以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呢，我想了想，它到底是为何而存在？那么我就有两个想法。第一个想法，那是因为有的人他战力太虚了，他会渡劫失败。那到时候他会很痛苦，他痛苦了之后就会退游，对吧？这是第一种可能性。第二种可能性呢，就是小说里的雷劫呢，真仙九劫、金仙九劫，还有道祖之劫那种东西，可能会雷劫伤害很高吧，到时候就会需要劫盾。那目前来说的天劫呢，那就跟闹着玩一样，那伤害真的是小得要死，随随便便过还能剩下大半管血。根本体现不了天劫的威压感，那可能以后的境界，它的这个雷劫伤害会很高，对吧？这里我预言一波，那以后雷劫那必须伤害要高，那不然这东西做了跟没做一样。看到，如果你渡劫失败，你的莲台都会崩开了，以后雷劫崛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